Comme là.体温很高，淋巴也肿了，有可能是感冒，但有可能也不是。那到底是不是感冒？这个具体也不太清楚。你给他吃这个了？啊，他说他嗓子疼。你不知道他青霉素过敏吗？我不知道。赶紧送他去医院。哎，不吃这个，再晚他就没命了。 过不去，我们车上有病人，我们去前面的兴安医院，您给通融一下。我通融通融，您也过不去啊，这修一半。那得绕多远呀？不算远，就前面那路口，右转再左转，差不多十几公里吧。赶紧掉头，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哎，停！ 你修路呢，过不去，倒回去。哎，请问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？我是。啊。 那他有什么过敏史吗？先锋霉素过敏，十几年前发现的，当时注射的是肾上腺素针，输的地塞米松，要紧急输氧，还有升高血压。你们俩到底谁是病人家属？他。啊，那你进来给我签个字吧。哎。